如何挑选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呢？众所周知啊，临床验证是选择益生菌的金标准。第一，要看产品配方里是什么菌，是否经过了临床验证，保证菌株首先是安全的，其次是有效的。第二，看产品当中活性菌的总数是添加多少还是存活多少，保质期的情况等等。第三，看啊，这个产品是否适合您自己。儿童、女性等人群呢，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。适用人群不同，则产品的菌株也不同，配方也不一样。专家建议呢，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，添加了益生菌的产品当中保证的有效菌数是多少。这个数目呢，并不是越大越好，而且呢，是要看它前面添加的还是后面存活的，最好是后面存活的越多越好。